安。很高兴我们今天早晨又能在一起聚集敬拜我们的神。现在请我们起立，用你最大声的声音开口赞美神。不要气馁，当你孤单的时候，不要气馁。
请坐。耶稣说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寻求的就必寻见。那我们回应神说，神啊，我们要一生跟随你。深爱你，因你一生爱我。
造我们的形象，让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够散发出神你的光辉、神你的慈爱、神你的作为。神，感谢你，在每一个主日的清晨，我们可以来敬拜你，借着诗歌再一次洗涤我们的心灵，借着诗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神你永远不放弃我们。若有一天我们你放弃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先离开你，而不是神你离开我们。神，我们知道你在每一个时刻透过不一样的事情在磨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强壮，更加的卓越，让我们能够到处能够成为神你的使者。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，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能够每一天领受神你的话语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不偏离道路，走在神你的道路当中。神，我们相信你要复兴永不教会，因为你是给我们一群年轻人，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就懂得来服侍你、敬拜你。我们相信你带领一群传道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以及他的全家人，乃是要复兴永不教会，借着他们从神所领受的，要与我们来分享，激励我们的生命。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坐在这边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，乃是神你特别的拣选、特别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神，恳求你保守我们每一天，我们都能够数算神你的恩典，即使我们在顺境困境当中，我们知道神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。神，我们特别也要求你来保守，在这即将开学之际，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学子，他们要离开家庭，离开父母的呵护，离开父母的照顾，他们必须要学习如何独立的生活，独立的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，面对新的生活。当他们离开家庭这个保护的时候，他们会面临许多的挑战，是他们过去没有经历的。但是求神你的话语在他们的心里，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们学习如何的来求告神你的名，借由祷告，借由神你的话语，帮他们度过一切的难处。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，是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诗歌，是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让我们能够安静在这里敬拜你。愿神你的圣灵在这时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，神你都知道。愿神你透过诗歌、透过话语、透过讲道，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